这个进攻啊，确实打得很有想法，有板有眼。一板一眼的，你看我没有好机会的时候，我绝对不随便处理球。这是张野。哇，这下半场比赛刚刚一开始，詹姆斯又进球了，就将比分扳平了。对，詹姆斯又进球了，36岁的老将詹姆斯